么？是你弄伤的？没错，这个女人一天不死，你就一天不会回到我身边。喂，你快下凡！哎呀，大师兄，你看我变成那臭娘们了，怎么办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好好的在一起。红脸婆，你的小白脸都跑了。哇，跑都跑得那么帅，我好幸福啊。咦，美人啊，我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你可以安心的跟我成亲了吧。事到如今，没办法，我还是假装跳一下吧。悟空，别跳，别跳！好，我不跳。悟空，我在这儿啊！死猴子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你等一下啊！不要我，还把我的腰带打飞，铁砂呢？铁砂，你太失败了，空跑千里，为了找一个爱你的人，他却宁愿死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。昨天，今天，过去不再回来，红颜落下，色彩变苍白。为什么世事那么无常？直到现在，爱还在，远去等你漂泊。当你明白无常，你就不会张扬。今日华丽风光，明日可能狼藉一场。当你明白无常，你就不会悲伤。今日愁云惨淡，明日可能满天阳光。得有什么喜？失有什么伤？得失也不过空话一场。那么难开呀，坐那么远干嘛？走过来遮一下，快点，坐好了。早知道要充军，我们就不跟你老江湖了。谁知道偷吃葡萄还要充军呢？谁知道？菩提大哥，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做贼。幸好咱们呢打劫没成功，要不然罪更大。哎，早知道你们就别当贼呀。像我一样当兵呢，不过你们呢是没有机会了，除非是神仙来救你们。早知道不当兵。突然你觉得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。神仙呐！突然又觉得那不对呀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宝物是想要我，偏又不要，不要
又要。如果这装备不想要，告诉你们，那个闪现的，就是那天我们在集市里碰见的那家伙。哪个呀？就那傻站着不动，然后身体里面发出女人声音的那个。靠！原来就是那个摸东摸西，然后想偷他那个人的个大神仙。完了，大哥，咋办啊？咋办？跟着神仙将功补过呗。吸引他注意力，我来攻击。你一个人行吗？少废话，赶紧解决他，我还要去救孙悟空呢。哦，也对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。的时候好 man 哇，你的肌肉怎么这么有型啊？让我摸摸，让我摸摸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没有呢？在呢，在呢。我说月光宝盒。美人。你怎么样啊？怎么了？你在流鼻血呀！哎呦，哦，我最近可能上火了。没事没事。哇，大王，大王，我好喜欢你这个武器啊！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看过你这个武器，怎么这么帅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美人呀，跟我对过，那你慢慢看吧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就要看。呀！呀，好好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美人啊，搞定了！哇，美人，你流了好多血呀、啊！你跟我回去，我家里有好多苏菲止血散，帮你止血呀、啊。走了。喜宴这么好的事，为什么非要打打闹闹的，影响我做生意？我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吧，赚钱这种事儿可不能耽误。要不是头死猪，我就能够做点买卖。哎，醒醒，醒醒，哎，醒醒！是你，我正找你呢。你是青霞仙子？哎呦我去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？我中了一个疯女人的移形换影大法。你有什么可以变回自己身体的道具没有？果核就可以啊。果子在紫霞身上。仙子不用着急，就算你想变成之前的样子，那以前的果核也没用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不是还说果核就可以吗？果核是可以，但是必须是最新版本的升级版2.0。因为这个紫霞仙子跟青霞仙子身形相似，身体相通，因为你们是姐妹嘛。但是你现在像一头所以就比较困难了。少废话，你确定这个果核可以？我蜈蚣精从来不卖山寨货，但是我话说在前面，这个果核呢威力比较大，吃下去之后会有副作用，就是你的功力会减半。果子给我，我宁愿法力减弱，也不想做一头猪。
这个是最新版本的，所以价格比较贵。这些你先拿着，其他的记账。哎呀，仙子呢，原本就是寄生在别人的体内，所以即便中了移形换影也没关系，吃个果核就能变回自己了。其他中了招的家伙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所以你就一路跟着我，等着我买你的果子。仙子，你不要这么说嘛，我能帮上你也算我做了一件善事。那如果人人吃果子都有用的话，那我早就注册专利成为亿万富翁了。太好了，把这头猪带回去，大王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嗯，你俩傻呀，大王是叫咱们来找唐僧的，带他回去大王为什么要开心啊？嘿，我跟你傻妞，这可是唐僧的其中一个徒弟，也是大王要抓对象之一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墨迹啊？你把他带回去，我们俩接着找唐僧。我一个人？你们俩？哦，那快点的。快点走，快点。大哥，仙人说的是这地方吗？为什么要爬山啊？仙人指点的地方一定有他的用意，别问了。嗯啊，大哥，这神仙也会疼啊？啊，他是迷迷糊糊、迷三道的，你确定咱们要听他的？你这就不懂了，仙人哪像你们两个那么浅薄？他说的疼，一定有他更深的含义，了解吗？啊，要不是仙人搭救，咱们三个怎么可能重获自由，再度拥抱蓝天白云、星辰大海？你们说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啊，你这个笨蛋！哎，仙人别生气啊，绝对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他最近没有健身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大人有大量，大人有大量啊。毕竟咱们之前企图打劫这个仙人，依我看来呢，必须要让他亲口承诺，以后咱们的责任永远不追究了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走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无忧无虑地闯荡江湖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大哥想得太周到了啊！你看他现在这个神志不清的时候，咱们写一份免除咱们所有责任的合同，让他签字画押，你知道怎么样？太周到了。你会写合同吗？不会。仙人，仙人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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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你看这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这神仙吃的东西，它一般都是宝物啊，收收，是吧？这能是宝物啊？啊，是是是，那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收起来。来来来，慢慢来啊啊！走，走走走，还走？去哪儿啊？五百年后。走。哎呀，这都死肥猪弄到厨房去，把毛拔干净了再下锅啊！是啊，大王大王大王！哎呀，哎你要煮着吃啊？美人啊，你不是不想吃烤猪吗？不煮那还能怎么吃啊？啊，骗皮呗！骗皮？以前呢，有个人告诉我，骗皮呀，既环保又不浪费。哎，不如你把这头猪交给我，我弄好了再给你吃。贱人！竟然敢诅咒我！呸！谁让你插嘴了？美人，你刚才是说要为我亲自下厨吗？哎呀 ，My Lady Gaga， 哎呀，上得天堂下得厨房，你果然是女神中的女神呀！我真后悔没再早点休了那个黄脸婆啊！早休了有什么用啊？我姐姐现在还下落不明呢。美人，你放心，我这就派人去帮你找姐姐。嗯，到时候等疯牛再把唐僧带回来，我们就……哎，行了，你赶紧帮我把这头猪扛回去吧。哎，扛回去，扛回去。是是是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走，拿回去。
糟！哎，别！什么不对啊？明明写着“盘丝洞”三个字啊，怎么不对啊？不是这儿，不是这个时候。什么？大哥，他说什么呢？大哥，这世界上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叫盘丝洞啊？啊！说山不是山，仙人说话果然高深。哎，我去！你怎么变回来的？看样子我变成猪头，你很高兴吗？我是很高兴啊！哎呀，不是啊，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去跟牛魔王再继续要月光宝盒？月光宝盒，哎，这不正好吗？这样子就没人跟我抢孙悟空了。哼哼，你想多了吧？他有心愿未了，不拿回月光宝盒，他是不会跟任何人在一起的。什么心愿啊？他要用月光宝盒回到500年后，找到他的未婚妻。哼，这个小娃子，500年后又勾搭一个，还订了婚。他是会退婚的。看来我还是没有认错人，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你高兴个什么劲啊？所以说我让你赶快不要变回你的真身啊，快点变回猪头的样子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妹妹，你以为猪头是你说变就能变的呀？那姐姐现在累了，姐姐现在休息一下，然后马上变回猪头啊。休息你个大头鬼，快起来，你给我想办法。喂喂，天气这么热，编一些草帽给徒弟们以防中暑。八戒的头那么大，好像这些草不够用。哎呀，这位大师看起来十分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？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，和几千万个人相遇，但是都是萍水相逢。但是呢，你若问我，我们在哪一时哪一天见过呢？贫僧可能真的不记得了。见过就是见过，没见过就是没见过，啰里吧嗦的，神经病啊！哎，施主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我呢，没有说过我们见过，我也没有说过我们没有见过。也可能我们曾经相见过，但是已经忘记了彼此。也有可能呢，我们以为我们没有遇到过，但我们却擦身而过。而且这个见呢，又分心见和眼见。可能呢，我们曾经相见了，但我们却不认识彼此。也可能我们没有见过，但却心意相。你捅我！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涵养很差的，也没什么耐心。再让我烦，我还捅你。原来你是有苦衷的呀！我就知道你长得这么善良，不会随便乱捅人的。原来是因为心烦呢。你什么事情心烦？不如你告诉我，你我一场相遇也是有缘分。你有困难，我不可以袖手旁观的。不如你说出来，我帮你解决一下。我心烦，不用你管。怎么能不管呢？你不要瞧不起我，虽然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和尚，但是我不妨告诉你，我有几个很厉害的徒弟，他们长得很英俊，本事又大，不如我让他来帮你去撑场子。天上地下这么啰嗦的和尚只有一个，难道你是唐僧？我们真的见过。我们真的没见过。那我就真的很红了。你真的很啰嗦。说到你的徒弟，一个个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都被老牛一锅端了，你还管我？管好你自己吧。谁死了谁伤了？你不知道吗？孙悟空被铁扇公主扔下了悬崖，都摔成碎片了。还有那个猪八戒和沙僧，被牛香香打得伤了脑袋，连肉身都不属于自己了。我劝你还是赶紧跑路去吧。我怎么能跑呢？
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引起的。明魔王他只不过想吃了我而已，我没有想过会升起这么大的祸端。我的徒弟为了救我，死死伤的伤，我怎么能够苟且偷生呢？小兄弟呀，相逢就是一种缘分，不如你帮我个忙啊！什么事情？我就是好心问问，不代表有任何承诺。说了我也不会帮你的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你为人处事如此的严谨，看来也是非常的靠谱。我没什么要求，我想让你带我去救我的徒弟。让我帮你救徒弟，那不和老丁为敌吗？到时候怪罪下来，我的生意还做不做了？我才不干呢！哎，你怎么跟我大徒弟一样喜欢乱扔东西呢？哪好了？对了，还不如把你绑了交给牛魔王，他一定会给我奖励的。你说的对呀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呀。如果牛魔王把我吃掉了的话，我的徒弟呢就不会来救我。他不来救我的话，就不会得罪牛魔王，也就不会被追杀。所以一切都是因为我没有被牛魔王吃到。小兄弟，您真的是慧眼如珠，一眼看破真相。不如这样啊，你把我绑起来送给牛魔王。神经病啊，我不跟你玩了。我是认真的。哇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只要有一颗视死如归、普度众生的心，这世上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。出发。虽然我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但是我觉得老牛还是会给我奖励的。抱着我身体睡觉干嘛？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啊！去去去！哇哇！哦，好美啊！哎呀呀！阿西巴，不要乱摸我身体好不好？人家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结实的胸膛，我想要你成为我的男人。我靠！你有病吧？你不是要跟你大师兄成亲吗？讨厌！人家少女时候的羞羞事就不要说了好不好？我不管。哎，行行行，别废话了，起来吧！我们一定要在七天之内赶到积雷山，把我们的身体都换回来。走了，拉我一把。你有病吧？哎呀，等等我嘛！你怎么就不理我呢？哎、你真是……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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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脑袋！哎呀，为什么不是个山，是个破洞啊？这神经就出……嘘，小声点，他会听到的。大哥，你说他这是又咋了？估计是在救咱们三个的时候耗费了太多仙力了。哎，这样，你们俩去附近找找，看看有什么什么水盆毛巾啊，再烧点热水来。啊，去去去去去，啊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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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金金，金金，金金。金金，金金，金金，金金。青青，是不是你？我回来了，你回头看看我行不行啊？为什么不让我过去？为什么不理我啊？还有，你手上拿着那把剑，有点像。像谁？
没有，没什么。你确定吗？为什么我离你越来越远了？你快拉住我呀，晶晶！晶晶！晶晶。大哥，他争是不是要争馒头啊？嘘，别多事，走，走，别多事，走了。晶晶，晶晶，晶晶，晶晶。明明是我先掉下来的呀，怎么他在下面？难道他主动做我的人肉沙包？喂，你干什么？再睡一会儿吗？别动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跟我就保持现在这个距离，你要再靠近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哇，好霸气哦，你要对我怎么样嘛？哎呀，哎，你喜欢这个姿势啊？把武器给我。你干嘛？这就是我的武器啊。让开！低头！小心！你没事吧？让我看看。看，给你看。不是这个看，Nobody found you， 呀呀，这么快就发作了？零、五、十，开，没有，输了喝酒。完了，再不救他，已经神志不清了。这儿我是个男的，怕什么呀？身体比你强，这点残毒在我身体里待几天没事的啊。你好 man 啊，我要嫁给你。哎，行了，你这两天别乱动，别沾水。水，我喝都不喝一口，可以吗？哎，行，赶紧起来吧。哎呀，人家腿软。哎，走吧，跳上去吧。你好 man 哦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哎呦，我求你了，别再吃我豆腐了，行不行啊？人家喜欢你才吃你豆腐的嘛。行，那你听好了啊，你要真想做我女人的话呢，以后就别像你哥那样为非作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走。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有没有梦想啊？
经商是不是你们家里人逼你的？因为你看起来很不开心的。那你做商人之前是不是已经有梦想，还是说你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？你说嘛，正所谓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人热爱见迷茫，三人有三种爱，找各自理想。你作为一个妖物，如果没有梦想的话，又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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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肠胃不舒服啊？哎呀，我身边呢很多人肠胃都不舒服的，肠胃不舒服要看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认识一个大夫，很厉害的，我介绍给你，肠胃不舒服不看的话，会转成恶疾的。不要再说了。哎，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好像我三徒弟悟净。你的徒弟？嗯，太好了。哎，我带你去找徒弟，不要再来烦我了。慢慢点，慢。哎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一个大男人居然这样，恶心，太恶心了。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，糊里又糊涂啊。什么说不清楚？这明明就是麦有秋容吃软饭没骨气的怂样，连我这个妖精都看不惯了。呸，就他这样的还取经，还修仙，修修。呀，施主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凡事呢不能只看表面。你凭什么说悟净不是对牛香香施主有真爱呢？你又凭什么说牛香香施主是在拒绝悟净呢？不信你看呢，牛香香施主刚才一挥手的时候，你能看到他虽然是把悟净推开了，但是当他回首的时候呢，又轻轻地把悟净的手拽到了自己的胸前，这明显就是一个欲拒还迎的举动，很可能这就是一次跨越种族的真爱，说不定他们两个还能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宝宝，你说对？施主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就去看大夫吗？你的徒弟啊，就在前面，你去找他们吧。我觉得我快不行了，就让我静静的死在这儿吧。那好吧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这个臭和尚，残害我的身体，浪费我的青春，下次见到你，我一定。你是怎么松绑的？阿弥陀佛。只要有一颗视死如归、普度众生的心，这个世上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。你不去找你徒弟，找我干嘛？阿弥陀佛，既然贫僧之前说过让你绑我去积雷山领赏钱，那就一定要说到做到。如果我要是跟我徒弟走了的话，那就是说到没有做到。再者，悟净已经和牛香香走了，我们一定可以在积雷山相遇。这一路上你陪我走了这么多路，还陪我聊天，我不可以抛弃你的。你还是把我绑了送去积雷山好领赏吧。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去的，我也不会帮你去。你感受一下我的心跳，只要有一颗视死如归、普度众生的心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事情做不到的。你确定这样能拿到月光宝盒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总得试试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美人儿，我来了，片皮猪好了吗？怎么这么快？我在装死没看见。美人儿，要我煎好了，美人儿。别叫了，
你瞎？他晕得这么明显，你看不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把我美人怎么了？我是他姐夫。姐夫？啊不，师傅。哎呀，师傅师傅。嗯，我靠，这个时候还占我便宜。哎，别乱动啊！你中的可是移形换影大法，再乱动的话，将会血流不止。哎呀，美人，你别吓我呀，美人，美人。我怕是快不行了，不能再给你做变体术了。哎呀，美人，这儿有药，你先把它喝了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好多血啊，徒弟啊，你总说你有八十岁命，可是现在就开始病，你这短短几十年怎么过？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美人，你说，别说一件、一千件、一万件，我都答应你。我想摸。哎呀，摸摸，随便摸。不是，是月光宝盒。美人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我的聘礼啊，简直太感动了！你撑住，我去给你找仙丹。哇，我说你的戏好假哦，不过这么假也能够骗到他，看来这个家伙是个轻重。妹妹，艳福不浅呐、啊！哎，占我便宜是不是？嗯，我这是在努力尝试，做好鬼什么都不做吧。你努力尝试跟我什么都不做有什么区别吗？办法总是会有的，我呀是一定会成功的。你开心就好啊。哎，仙人，来来来来来，喝点，来来喝点。仙人，喝点。啊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哦，其实是你在昏倒之后迷迷糊糊的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。啊，我一定是太想念白小姐。晶晶，晶晶这个名字，在你昏倒的时候说了98次。她是我娘子。啊，啊，还有一个叫紫霞的，她的名字你说了。784次，784次，我估计这个紫霞肯定是欠了你很多钱，敢欠仙人这么多钱，这个紫霞肯定是活得不耐烦了啊！弟子白晶晶，感谢盘丝大仙救命之恩。晶晶，如今想暂时斩断情丝，潜心修炼，特来拜见盘丝大仙。果然是仙人，望大仙收我为徒。可是为什么要取一个盘丝大仙这么娘炮的名字啊？嗯，晶晶，我终于等到你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谁啊？现在你可能还不认识，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后，我们会非常的熟。干嘛对我动手动脚的？我这么说你肯定理解不了，但是当你听我说完真相之后。你就会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